师傅，我来帮你拿兵器啊！师父好手段，好器械啊。嗯，你是何人，竟敢搅扰洒家的心头？师父，这位是麻沙湾禁军枪棒教头。哦，既然是教头，就总有些手段。官人请进。兄弟路过这儿，看见师父正在演练，功夫不凡，便不觉叫出声来，搅扰了师父，多有得罪呀。哎，不必客套，进来叙谈如何？师父见怪了。听说你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，师父见笑了。来，耍两下子。不敢，不敢。哼，给他个家伙。哎，兄弟有事在身，告辞了。果然有些手段，咱们再耍几个回合。龙卷身，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我叫林冲。原来师兄就是林提下的后人。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，曾拜过令尊大人，也知道师兄的名声。失礼，失礼呀！哪里哪里。